虽千万人吾往矣。妙玲，长浩，一切都还好吗？我听佳慧说，你父亲的实况十分危急，而你又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我就立即想到开成禅寺建如法师的《佛母大孔雀明王救命经》，当下我就决定过来找你。来，是，我知道。要你们家人一直接受念诵佛母大孔雀明王是有些困难，但您不妨放轻松点，将这个 CD 放在伯父的床头轻声播放，剩下来的就交给众佛菩萨来帮忙。爸，这是长浩特别为你请来的佛母大孔雀明王，你一定要静静的听。他说，菩萨会为你加油的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有什么事？护士小姐，我爸醒了，请你赶快过来。好，请你等一下，请住院室马上过去。喂，医师吗？226病房的病人醒了，请赶快过去哦。张伯伯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爸，爸，我是妙玲啊，爸。金色孔雀的仙女在我眼前飞舞。张父醒来时说道：“我刚做了一个美梦，梦见金色孔雀仙女在我眼前飞舞，光彩夺目，炫耀迷人。我就听到你叫我的声音，我就醒过来了。”张小姐，你爸爸真的很勇敢，他现在醒过来了。你们可以好好的放心了。嗯，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。诚心悲愿融为一，感应道交难思议。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大法，如今已从建如老和尚的手上传承交接给开成寺长托法师、慈杰法师及诸位法师。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凝聚了众人，每一位信徒有如孔雀尾羽上的一个眼纹，同心齐聚，积累出大地灿烂光辉大慈悲。
愿诸世界常安稳，无边福至一群生，所有罪业并消除，远离众苦归圆寂。净母老和尚一生戮力宣扬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大法，并将此法传布于众生。佛母真慈航仙机，孔雀弘大道，明王端瑞向法本，遗经有真传，东海木祥光大千，法界昭和汉，南瀛红朗野彼岸，禅云映柴轮，汉苑北辰高开拓，禅机挥远见，慈航南海阔元和，气象自家如。愿佛母大光明力，龙天护法加持大众，身体健康，道业精进，福慧增长，所求满愿，全国同胞安居乐业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世界和平，同发菩提心，同登无量寿佛国土，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2010年，于建如老和尚的指导下，林光明教授以1957年新出土房山石经不空版佛母大经要孔雀明王经为底本，并为方便梵文念诵发音而作简易拼音注音标示，而又今日最新的佛母大经要孔雀明王经问世。